每一个新的工作都是一项挑战，表现如何视乎这份新的工作有没有发挥呢？都一一去做，无论情是谁做，仍愿谁下头给你祷告，沉淀了的沉默讯息，让夜幕听到，从未忘记你需要什么，我早已做过，然后忘记献出过什么，得到的将有几多，让你用我的感情爱一天，愿意让时间。和记新干线这个广告，其实今次拍都有份压力。第一，我们要做比以前不同的事；第二，我们要带出更加清晰的讯息；第三，今次我们两个拍档，一个 Steven， 一个 Charlie， 我们在合作之间证明了我们能够产生一个化学作用，即是这个火花成功了，很开心。另外也很多谢幕后这班工作人员，包括创作组和导演，他们给了很多不同的新元素，我们这班演员发挥。换着耳朵，这心声也在，并自留在门外，余下情分留给你未来，门是我开，是在你手，但愿为我开，从未忘记你需要什么，我早已做过，然后忘记献出过什么，亦都好多谢喺广告之中能够学到好多嘢。我相信拍呢个广告俾我个人嚟讲一个好大个启发，就是一个人只要你有信心嘅话，好多嘢都可以做到。但当然要做足晒安全措施。咁我好开心今次拍呢个广告里边能够尝试一啲新嘅挑战。在我个人来讲，还有也有很多朋友支持我，包括所有制作组和创作组和幕后的老板。让你用我的感情爱一天，愿意让时间静下等你十年，期望让你听见，等你实践，这一生总有这天。在这里我再一次多谢台前幕后的所有工作人员的努力，还有我的两个好拍档 Charlie 和 Steven， 多谢。